关注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动漫三分钟，我是你们的主讲人豪哥。有段时间没说柯南了，今天聊聊柯南成迷的身高。咱们知道官方给柯南设定的身高是102厘米，毛利小五郎180厘米，毛利兰160厘米左右，但是在部分场景中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画面，最经典的就是柯南站在一辆跑车前，竟然只有车轮那么高。机智的网友根据这辆车的大小与柯南的身高进行比较，屏幕上这辆车是高木警官经常驾驶的日产天际线 R34， 考虑上各种因素，推断柯南也就55到58厘米，以我180厘米身高来看，柯南的身高也就到我膝盖，这根本不符合常理。豪哥也是看了这么多期柯南，随便一扒就能看到柯南迷一般的身高，经常是岛兰、小五郎等人膝盖上下的身高，实在是不像人设里的102厘米。咱们看了很多数据，调查显示日本一年级小学生身高在122.5厘米，柯南身体变小到大概6岁左右，也是上小学一年级了，身高确实不正常，只能算失误了。再说一个经典场景，就是少年侦探队和阿笠博士一起的场景，这个时候柯南的高度又超过了阿笠博士的腰线，以阿笠博士160厘米的身高来说，柯南大概率是90厘米左右，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可以说是看着很迷吧。本期关键字柯南智商排名公众号下方回复即可查看柯南智商排名，今天是13厘米艾雷王。